河北人，我是。啊，你河北人。三省交界的地方。您来北京多长时间了？来北京得有七八年了，得有。哦，七八年了哈。对。怎么样？喜欢北京吗？还行，这里。哎，您现在这是开滴滴是全职还是兼职啊？兼职就是。哦，是兼职。对，有时间都跑，没时间就算了都。那平常做什么呀？平常我是开这个便利店的。哦，便利店啊。对，哦、全职那个。那不需要每天工作是吧？对，有员工，我光管这个管理就是。嗯。没事儿，在家待着也烦着那玩意儿。